我不会进公司。。立成，不可以就这样离开。没事的，等你回家再说。高副总的证据我已经拿去财务部做核对了，是很有技巧的栽赃。这些证据的确都和立成有直接或是间接的关系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立成自己的案子或是中途接手的都有问题？对，没错。这王八蛋设计这些证据肯定花了不少时间。哎呀，他这阵子转调出去应该都在忙这个。你到底有没有危机意识啊？木人，你不要这么生气了。能不气吗？我们这么紧张，看看他什么态度啊。萧立成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严重性？要是没把亏公公款这件事情厘清，你不止在 Muse 待不下去，任何公司你都去不了。哎呦，我没有不在意啊，我只是觉得清者自清，我没做肯定会查出真相的。你怎么自证清白？高副总拿出了证据，你的证据呢？立成，人言可畏，你这次哦，不能再用以往的态度面对这件事情。毕竟高副总是有备而来的，我会找出证据证明我没贪公司的钱。要拿出行动。反正我这阵子都不用工作，我会努力行动。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你刚是用哪只手擦嘴巴？喂，